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看亚撒的诗。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好几首了，从这个第五十篇，跟着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今天我们看第七十七篇。所以再次邀请大家，如果你有圣经的，请翻开到这个诗篇的第七十七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读。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施恩吗？难道你的慈爱永远穷尽，你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的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棒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藉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我想刚才我们读这个诗篇的第七十七篇，我不知道有几多人好像我会有个感觉，是有那个诗篇七十四篇那个味道。就意思呢，就说是经文很长，里面有很多的埋怨，就而且呢是里面呢是没有对神呢是有啲咩嘅轻重嘅一啲嘅语句。当然咧，同时间亦都有同呢个嘅七十四篇咧有佢差别嘅地方吓。咁但系的确咧系好多人嘅理解咧系七十四篇同埋七十七篇咧系所谓叫 companion psalm 吓，就系咧系为伴嘅诗篇。咩叫为伴嘅诗篇？即系话咧喺呢个同時期寫的同時間是跟一個的詩人是或者同期的詩人是寫的，是寫關於這個相關的一些的事故。所以如果是這個的理解是正確的，第七十七篇和第七十四篇是有同一個的背景，就是聖殿被毀和是聖民被掳。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一些比较，在这个第七十四篇的第一节，说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而在这个第七十七篇的第七节，诗人也都问同一个问题，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而在这个七十四篇的十二至第十五节，
亦都可以同呢個第七十七篇嘅第十六篇第十六節至第十九節咧，作為一個嘅比較嚇。咁正如講啦，呢首係詩篇嘅第七十七篇咧，係亞撒嘅詩，所以咧亦都有一個嘅標題嚇。咁而呢個嘅標題咧，係唔止淨係寫話亞撒的詩啊，咁亦都俾我哋理解到咧係係一個作法啦，同埋咧嚇佢係寫俾交俾邊個嚇？咁呢個係標題啦，佢話亞撒的詩照耶杜頓的寫法交予靈長。咁啊，耶杜頓係邊個啦？咁啊，咁啊就先俾大家咧一啲有關佢嘅資料啦嚇。咁啊，而從呢個嘅詩篇嘅第三十九篇嘅第一節咧啊，其實都包括過佢個標題啦嚇。咁啊，呢個嘅我哋了解到咧，耶杜頓咧係大衛期間嘅嗰個靈長啦啊，或者係我哋睇睇呢個三十九篇嘅第一節啊，正如我講，我亦都將呢個標題咧都列埋出嚟啊，大衛的詩交予靈長耶杜頓嚇。咁而呢個嘅第一節咧話我曾說我要謹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頭犯罪，惡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要用嘴環勒住，我用嚼環勒住我的口。嗱，即係所以呢度睇到咧，呢個耶杜頓咧係大衛嘅一個嗰時候嘅期間個靈長啦嚇。咁特別喺呢度大衛所講嘅詩歌裏邊咧，詩篇第三十九篇咧，其實咧係即係好講到咧喺言語上嘅運作嚇，特別咧係要小心所講嘅説話。免至咧係犯罪啊！咁而呢個嘅耶杜頓嘅寫法咧，喺詩篇裏邊咧，其實得兩首嘅詩篇咧係提到呢個耶杜頓嘅寫法，就係呢個嘅今日我哋睇嘅七十七篇，同埋咧係第六十二篇。六十二篇咧，亦都係大衛嘅一首嘅詩歌。咁咧就喺呢個嘅詩篇嘅第六十二篇嘅第一節咧，都包括埋呢個嘅標題話大衛的詩照耶杜頓的作法交予靈長。咁呢度咧，亦都係講到咁樣。佢話：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他而來。嚇，所以咧，你都睇到一啲嘅共同一啲相似嘅地方啦，就係、是、咧，其實係話咧，一個人係處於一個嘅極度嘅一個困境，但係咧，佢要仍然咧係要留心佢嘅言辭嚇，或者係要在神的面前要安静，要等候，免至咧系个嘴里边咧系讲一啲唔应该讲嘅说话吓。咁亦都同时间咧系深信咧喺适当嘅时间咧，神嘅拯救、神嘅救恩系会临到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利用呢个耶杜顿嘅作法咧，即系最少咧系俾到我自己一个嘅提示咧，就系诗篇嘅第七十七篇咧。就其實咧，都係呢個亞撒咧，用一個咁樣嘅寫法咧，係其實鼓勵我哋咧，係要沉默，要等候我哋嘅神，一同時間咧，免至我哋咧係呢個嘅講錯嘢或者我哋講嘅係得罪神其實咧係埋怨係會有嘅，但係咧埋怨咧不止咧，我哋會犯罪。另外咧，有關於呢個耶杜頓嘅資料啦，即係除咗係呢個嘅靈長之外咧，佢都係祭司，咁佢咧同呢個希曼咧係同期，咁我哋可以睇呢個嘅歷代之上第十四章四十節至第四十二節，咁而另外咧都係有關呢個嘅耶杜頓嘅資料咧，就係佢嘅子孫咧，其實咧係守門嘅嚇，當然咧係守聖殿嘅大門啦，啊，唔好以為呢個係一個好低賤嘅工作嚇。絕對不是低賤工作嚟噶，啊，都係即係祭司嘅其中一個嘅重要工作嚟噶。咁咧就喺呢個嘅歷代之上第十四章第四十二節嘅下半節咧，係睇得到嘅。嗱，當時咧係亞撒咧，或者係呢個嘅作者啦嚇，佢咧其實的確咧係面對一個好困難嘅情況啊。咁上一次我哋講過啦，理論上咧呢個作者咧就唔係喺呢個嘅大衛期間，或者所羅門期間嗰個亞撒嚟嘅，因為咧，如果講到係聖殿被毀啦，這個咧一定係比較後期嘅，就係呢個嘅
嘅一個作品嚟嘅啊。咁但係咧就係用到一個亞薩嘅一個名啦，係寫咗一首咁樣嘅詩歌啊。咁咧就喺即係起碼咧喺嗰時候咧，呢個詩人咧，佢睇到啊耶路撒冷嘅情況，睇到國家係已經係滅亡啊，而睇到咧自己佢哋心愛嘅啊聖殿咧係被毀。咁所以咧就係睇到好多嘅情況裏邊咧，呢個詩人咧有好大嘅反應啊，甚至咧係處個極度嘅憂傷啊，同埋咧係悲憤啊，甚至咧係有憂鬱嘅一個情況裏邊啊，到個階段咧係甚至連喺晚上咧都唔能夠安睡嚇。咁喺呢個嘅呢首詩篇裏邊咧，作者咧其實問咗有三組嘅問題嚇，每一組咧都有兩個嘅問題啊。咁喺呢個第七節、第八節同埋第九節啊，咁其實咧佢呢幾個問題咧已經可以睇到啦，作者嘅佢嗰個嘅當時嗰個嘅心境噶啦啊。咁喺呢個第一個問題啊，即係第七節咧，或者係兩第一組嘅問題咧，就係、是、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我哋可以其實話，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嗎？當然答案係 no， 絕對唔係。難道主不再施恩嗎？喺呢個第二嘅部分嘅一個問題，當然都答案都係 no， 一定唔係。咁而呢個第八節嘅亦都問咗兩組嘅問題兩條問題。佢話難道他的慈愛永遠窮盡嗎？當然唔係。而難道他的應許世世廢棄嗎？亦都當然唔係。在第三組的問題，他說難道神忘記開恩嗎？當然不是咯。而難道神因發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嗎？當然都不是啊。其實呢但是呢亞撒呢是即其實我意思說呢，我們很多人當我們遇到一些困境的時候呢，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問這些問題，但是呢我們怎樣才能夠呢重新同神咧係有呢個嘅信心咧啊！當我哋問呢啲問題嘅時候，即係我哋又點樣回答咧？咁其實咧，亞撒咧呢度俾到我哋一個嘅好重要嘅竅門咧，係點樣喺呢個困境當中我哋能夠可以能夠跳得出嚟嚇。咁咧就其實咧，佢做咗三個重要嘅決定啊。既然咧有三組嘅問題。亞撒咧亦都做咗三個重要嘅決定，喺呢個第十節、第十一節同埋第十二節，係第一個決定啊。佢話係 I will appeal 啊，我要追念啊。其實我話我要追念啊，呢起碼中文聖經嘅嗰個翻譯。而第二個咧啊，佢話 I will remember 啊，我要提説啊，我要提説。咁而第三個咧就係 I will ponder 啊，我要思想啊，我要思想。當然呢個講到係神嘅一啲嘅過往嘅一啲嘅作為嚇，所以咧就亞撒咧再一次咧係會思念到過去嘅時光裏邊，神喺呢個嘅佢自己身上，或者係呢個嘅以色列嘅歷史當中啊，佢咧係點樣施行佢自己嘅作為啊？咁以至咧把呢個嘅作者咧可以能夠係我覺得係能夠有所突破嚇。咁所以咧，我俾到呢個嘅詩篇咧。一個咁樣嘅大綱嚇，一個大綱，起碼係其中一個咧，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可行嘅一個大綱嚇。就係第一個係就喺第一段咧，喺呢個第一節至到第九節啊，就係呢個我叫做黑夜裏的絕望。嗱，我諗其實咧，我諗我哋好多人都知道咩叫做黑夜裏的絕望噶啦啊，英文咧係叫 the darkness of despair 啊 ，darkness of despair。啊，我諗我哋好多人都知道咩叫絕望，咩叫 despair。咩叫做好似喺呢個經常嘅係停留咗喺個黑暗嘅當中。咁但係咧，如果你淨係喺呢個嘅長期淨係停留咗喺呢個嘅黑暗裏邊，喺呢個絕望當中咧，你係永遠咧係跳唔到出嚟。咁所以咧就係亞撒咧，我諗喺中間呢一部分咧，就俾到我哋一個好好嘅一個嘅教導嚇，喺第十節。叫第十二節咧，即係我會俾佢叫做黎明前嘅決定啊，黎明前嘅決定啊。雖然咧仍然係未曾離開嗰個情景嘅，但係咧當你做咗呢個咁樣嘅決定嘅時候咧，其實咧你就有機會咧係離開一個咁樣嘅絕望嘅環境嚇。咁而英文咧我叫做 the dawn of decision
呢個幾個決定，頭先我已經講過啦。啊，就要最主要嚟講係回想到過去裏邊神自己嘅作為，思想到神自己嘅工作，我哋係重新喺個裏邊係得到信心。而最後嘅喺十三節至第二十節就係咧，其實就係等候等候到呢個嘅白晝嘅來臨或者係叫做The Day of Deliverance 就係白晝中嘅拯救。詩篇嘅七十七篇咧，亦都同過去一啲嘅詩篇相似啦，就係有用幾次嘅細拉嚇。咁今次咧係喺呢個第三節、第九節同埋第十五節咧，就係用咗細拉嚇。咁所以咧，俾我咧係用翻即係一個嘅提示，俾我一個提示咧，就係用一個咁樣嘅形式嚟分，可以分為四段嚇，就係分為四段，就係第一節至第三節係第一段，而第四節至第九節係第二段。第十節到第十五節是第三段，而第十六節到第二十節咧係最後嘅第四節嘅第四段啦。我都會仍然咧覺得係希望咧係用一啲嘅動詞啊，用啲行動咧係作為對大家嘅一個鼓勵啦嚇。咁咧就係第一節到第三節咧，我會用一個英文嘅字係 seek 啊，重要嘅字 seek， 就話咧我哋仍然喺呢個時候，我哋都要尋求我哋神嘅，係尋求神。而第四節到第九節，我用一個字係 consider， 係追想或者追念嚇，到思想到我哋嘅神。而喺呢個第十節到第十五節咧，係用 ponder 嚇，而且咧即係講話思想神咧，係用一啲比較長啲嘅時間嚇，或者甚至咧係有啲人用英文呢個字係即係 meditate 就係即係諗完又諗，思想不斷嘅係停埋思想到神自己嘅作為，咁而咧。最後咧，喺第十六節至到第二十節咧，我用一個嘅呢個字咧，就唔喺呢個即係詩篇七十七篇出現，但我覺得嗰個意思咧就絕對喺度嘅，就係用一個 submit 就要順服神，即係話咧等候神自己嘅時間，順服神自己嘅心意，照住神自己嘅意思嚟行。詩篇七十七篇咧，其實我都有俾到好多好寶貴嘅教訓俾我哋。特別咧，我哋呢個年代咧，好多人咧，其實咧係瞓唔到覺。我哋好多人咧係處於一個嘅憂鬱嘅個情況，而往往咧，我哋使用嘅方法咧，就係用藥物嚟幫助我哋瞓覺，或者係用呢個藥物係幫助我哋咧，係能夠係提升我哋一個嘅，所以叫做我哋嘅心裏邊嘅情況嚇。咁但係咧，其實咧呢個嘅詩人咧喺呢度俾到我哋一個嘅好嘅重要嘅教導，就話咧，既然一個嘅我哋心裏邊嘅問題，我哋咧就要需要咧喺心靈上嘅嗰種係得到嗰種力量啊，咁咧而佢自己咧係理解到咧，就我哋是否能夠脱離一個咁樣嘅情景咧，係就係視乎我哋願唔願意嘅啫。視乎我哋願唔願意嘅啫，咁而咧佢俾到我哋有幾個好重要嘅行動，我哋可以學習，無論係remember、ponder、meditate 或者係即係呢個提説紀念、思想、默念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嘅所以叫 spiritual discipline 一啲屬靈嘅操練咧，我哋可以咧係學習，我哋可以一齊咧係能夠係。使用嚇，意思咧，我能夠喺甚至喺困境當中咧，我可以得到解脱啊！所以再次嘅係求神係賜福俾大家，亦都係希望大家能夠係使用嘗試呢一啲嘅操練。